呢部手機嘅耗電量，比平時多咗33% percent。 兩部機同時中毒，純粹黑盒嘅可能性係遠低過黑衣人為。同樣有啲方面技術嘅人有4個人，最後我用排除法排除咗3個人，剩翻你一個。100分。咩登珠呢個大名我都聽過下，你係喺警隊入邊唯一一個學者症候群。有咩發現啊？一般人未必會留意到嘅嘢。咩登珠呢個人咧，顧及優先嘅安全，我大過我弟。 冇乜值，呢个时候你讲钱，人命嚟噶！你呢啲咧唔系叫冷静，你叫做冷血。我唔系一个唔 professional 嘅喺度。啊！你系咪想追我？点解你会中意我？可能因为你系唯一一个见到我最脆弱嗰一面。